啊，开始。开真空泵的时候慢一点啊。全开。那等一下，哎，好好，算算算。关真空泵嘛，进来了，有没有这个好？好多，买个好的嘛。也是这种嘛，就不是这种牌子的。重来冲一下啊！这听懂吗？这个录像有录声音的吗？好，知道吧？好了。那怎么还一分钟？我就设置了一分钟了。